一派胡言。好。被议员说中心里话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大拇指竖起来比一个大大的赞，就是因为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这段话。美猪美牛，莱克多巴胺都是同一种莱克多巴胺。那马英九总统开放美牛进口，到现在都8年了。台湾人吃美牛，从16000公吨吃到68000公吨了，一年。也都没有事，又搬出马维拉，苏贞昌把牛跟猪比拟，但柯文哲认为一派胡言。根据中央畜产会统计，台湾人吃肉习惯，吃牛肉大约每人每年5公斤，吃猪肉每人每年可是高达36公斤，猪比牛多出31公斤，食用量差很大。美国的国家政策不会因为总统改变了，那整个国家政策就急转了，不太可能的。不是敌之不来嘛，是物有以待之嘛，所以不管是美猪还是将来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进来，源头不处理啊，我地方政府非常难处理。要卖人家，不准人家来，没有这种自由贸易，所以我们自由贸易不能自己定一套标准。蔡总统先出来宣布，然后教育部说学生不可以吃，然后国防部说军人不可以吃，我心里面就在想说，你们要不要瞧好再来讲？眼看来猪明年元旦就要进口，台湾又是吃猪肉为最大宗，中央配套不完善，地方也只能自己先硬起来。记者姚嘉鼎、崇越 SN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